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，深入推进规则、规制、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全力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，努力打造让各国投资者安心、放心、舒心的良好营商环境。 中方愿同东盟方一道，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.0版谈判，力争早日达成，共同实施好 RCEP， 尽快启动新成员加入程序，合力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。 我们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，高质量实施 RCEP， 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，加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园区等开放型园区建设，构建口岸开放新格局。